好，欢迎。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2022年中国围棋新秀争霸赛，本赛也就是16强战。刚才那盘棋呢是，这吴一敏是中盘负于了王星浩，那么接下来挑选的这盘对局呢是由陈豪新五段之黑对阵李思璇二段。哎，今天好像这个都是男女对抗吗？对，有好几盘都是男那个。还一盘是好像有3个女棋手进了16强，我印象。那不容易。还有一个李小溪。李小溪也进了是吧？好像这而且这三个进的16强都是06年出生的。包括我们这个讲的这个李思璇吧。李小溪是05、06，我记不得。好像是05年。05年的啊，记得是。那反正这个李思璇呢也是06年出生的。应该说我们讲这两盘呢这个女棋手呢也都是挺有希望的。对，是的，挺有希望的，很有前途的。就听说过啊，对。没错。希望之星都是。是。好，我们来看棋吧。陈豪新是黑棋。是。陈豪新呢实际上也是04年出生的。也是挺优秀的一名年轻棋手。其实他小时候也是跟王星浩也是齐名的啊，也是觉得是一直觉得很有希望。陈豪新他是哪里人呢？陈豪新广东人。他是广东人。一直也是。他这个名字我见过，但是这本人因为现在老是没有面试，我也见不到人，我也搞不清他长什么样。对。李思璇我是见过的，之前在这个就是女子文艺的赛场上他是参加过的那次还下的还挺不错的。对，他是江苏人，李思璇。哎，这个江苏的女棋手好像很多。对。也是他们下年轻的重点培养的一个女棋手，江苏。因为他好多像吴一鸣虽然是江苏人，但签约不一定是在江苏。对。但李思璇呢，他是在江苏签约的。是这样子。那看来这个江苏对后续后继有人还算有。挂了一下陈豪新，然后收脚。对，黑棋收脚，然后白棋小飞。其实按理说，现在白棋这个你不走，其实加一个也是很大的。是的。他先走这个。其实这时候呢，黑棋呢，其实拆个二也是挺大的一手棋，也还是一手大棋。飞了这个，把白棋抢到这个加，应该总是加这个，总的来说还是满意的。加鸡。没错，好像看起来结构，白棋还不错似的。当然就下了几步呢，还早得很。然后尖冲。尖冲。这也是对这个新位小飞收脚现在一个常见的下法。其实反正你走什么其实说不管爬飞啊他都有可能脱线，他都有可能先手便宜。是的。包括实战这样贴这个呢他也可以脱线。这个就是 AI 他觉得这个地方能尖冲一下呢总是有便宜的，先问到你一下将来再考虑怎么下。是的。这边因为其实也有一个大厂这个地方拆一个是吧，也挺大。也是一个眼见的大厂。是的。然后那实战呢陈豪新还是继续下。先跳一个。跳一个。先冲了跳起。分头。头也是一个眼见的大场吧。反正这个地方你要不分头这个地方你也下也不知道下什么了白棋局部。对这个局部就是黑棋下呢也没什么从这个地方你也不能挡被我挖一个你也很难受。白棋呢你也不可能去走你加也很这个地方黑棋利用也很多他什么将来这个地方脱断了借用很多所以呢双方都也没什么可下的这个棋我就很一片迷茫就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这个东西所以不会下就脱先反正就一般不太下成这样分头先逼一个靠一个就是对这个黑棋小目单关手脚一个常用手段是的因为你如果以前我们按照以前最古典的下法比如拆个一但是这个棋呢被一点呢太难受了如果说挡住点了压过来这个棋压过来他就外面对就他就先手便宜了在这边他走在外面你走在里面你总是很不舒服不舒服的是的所以呢这个拆二呢现在越来越少这个局部呢你如果不碰的话呢即便可能小飞一个也比这个拆二好一点反正不能让它盖进去对意思是
看他是说这个，嗯，李，乖，然后糊起来，糊一个，然后搬，嗯嗯，长，对，点一个。点刺，这就是点刺，然后从这边走呢，是这个碰完以后的一个后续手段。嗯，它的好处呢，能在这边拆一个呢，有点先手。嗯，下一手爬过来太大。对，是这个好像活得特别容易，就这一爬你就觉得不可能能吃得掉它，基本上。那黑棋就先把这个角给护住吧。对，这也是局部的一个好手，你千万不要尖这个，尖这个将来被白棋尖先手，那你跟这个。飞加二路那就差很多了，这不管是目数还是这个眼位都差很多。是的，是的。嗯，白棋往回拆了一下。白棋拆二之前呢，这个棋可能还是应该先压一个。哦，先压掉是吧？他的希望呢，就是你藏一个，我再拆。再拆，这样会对那边会帮助大一点吗？对，能压着一下总是好的，因为这个、其实这个棋形白棋不走以后呢，其实这个拐是一个要点。哦。黑棋哪怕有可能当时这时候就应该拐一下，拐这个白棋。从局部来说呢，因为你一长的话呢，它被一穿，被一穿你很难办。那被一穿穿的难受了，这下又，跑走了这去破。嗯。但你不走呢，这被我打过来也很大。对啊。我这即便这样打了最简单的这样飞攻一下，嗯，这也是活得很苦。是的。实战呢，这个地方呢，他没敢压，他可能怕人家搬一个，可能是觉得有点乱。搬头是吧？嗯，但搬这个断了呢，这黑棋味道也不好。断完以后，这个地方有一穿。嗯，那、上面气紧了就不一样了。现在对这一穿很厉害。嗯，所以呢，他这个次序稍微有点问题。嗯，没走那个拐。嗯。可能呢，这个棋这个棋拐，现在黑棋也应该拐这个，可能也没注意到这个要点吧。对，这个拐好像很容易被忽略到，因为拐头嘛，一般是就是扩张的时候，你现在我都把它破了，那就拐，你就拐吧，是觉得。然后尖出来，尖出来呢，也是对这个二尖低加一个常见的是下法。飞一个，飞这个，嗯，因为你不飞的话，被黑棋飞进来，目数跟眼位都是非常大的一手棋。对，是的，嗯，这个地方呢，其实我觉得它好像就是常见的，应该是跳这个的，单跳，对，是的。你如果正常在这边拆一个的话呢，它这边尖冲过来，这是这个。哦，这个图还老能见着。嗯，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下法。是的。这个下法应该比实战那个要好一些，所以他实战他没有这么下，他是走在这儿了。陈浩新的棋是不是感觉比较的均衡一点？对，属于比较扎实的那种，不是说对，不是说那种特别好战的那种棋，是是，这样拼后半盘比你拼功力的那种棋，这样的棋我觉得可能女棋手对到他就不太好对付。剩一个，其实这棋呢，白棋来说呢，其实也就是普普通通跳一个就可以了，就跳是吧？他就往前跳，那我再拆出来。这你就互相跑吧，互相跑，白棋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因为我这脚还是先捞了不少目了。是的。哎，不着急，慢慢下呗。李思璇呢，可能想更进取一点的，想他先飞一下。这个尖呢，实在是有一点松，还是应该正一个，就是要有这种弃子的意思。哦，这是要弃掉的。对啊，那你尖这个我肯定不怕，尖这个你吃的就是。如果说这样吧，我随便摆一个。那我靠过来。那只有这样吃。对、那我不怕，那我将来吃一个你很难。我还挺我就气了呀，抢先手了，再走别的大棋，就是我们老是觉得这飞一个就把我吃了，吃可能也还想吃的大一点，我估计老有这想法，你把我吃了怎么行呢？就可能还想吃的大一点，什么这就是怎么吃的，就是爬一个吗？反正你不管怎么吃，我都是
都将来这边有利用，这边也靠也有利用。是。反正实战的这个被黑棋被白棋便宜了，这个尖冲、被白棋这个正顺势一尖冲啊。尖冲下的还挺舒服，这感觉。贴出来。我还看了一下这个李思璇前面两盘棋。当然确实下的还可以。我觉得他棋还可以。是的。虽然说这个目前为止看起来他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战绩，但是如果一直保持这种训练的状态的话，他迟早有一天会冒出来的，对，毫无疑问。至少他在围甲里面肯定会一个。对，是的。是一个比较。我记得是四川队吧，四川队升甲，就是他是功臣，是吧？他算是功臣吧。但虽然下第三台，但是胜率挺高的。这个棋他可能贴稍微有点着急了，可能就是常常正常下就可以了。长的话，那黑棋贴出来吗？那我再贴呗。再贴。这看起来好像是不如死掉。黑棋不如弃掉，黑棋这个太重了，而且这两边就是感觉不太好。棋都挺碎的，这个看着七零八碎的。然后这时候被扳，被扳的话，那你就只能反击了。你如果再顶被接住，那这两个交换肯定亏了。那这肯定不能这样。对，这棋下成这样，这个棋形好怪。所以他就断了。用这个顶。其实这个棋好像黑棋应该先冲一下，试下硬手。就跟冲这个跟后面这个有关系，对，有点关系。那肯定得挡啊。那再找实战再下。再战是吧？再战。对，他实战呢，先走这个，没冲着可能就有些变数。挡住。打。好断，这都是应该是陈浩鑫从这个班就开始想到了这个。是的。打一个。打一个。黑棋接上。白棋长，这都是必然的。爬。白棋长。再爬。爬他应该总是先立掉了吧。他没立，他长。单长的，然后又走了一个什么？他爬，继续爬。他贴了一下。他贴了一下啊。这贴是先手是吧？还不能被他扳着一下。他贴一个。你现在就是说刚才冲着一下的话，他就立了就冲一个，就是防这个啊，对。你这个就立了跳连不上了，他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现在就不行了。不，你现在可能是这个被我搬一个你可能还是受不了。有点定不住是吧。你如果现在直接这么来的话，搬一个太难受了，只能弯在这儿。那我即便再爬你可能。黑棋也不是说就被这一下就完全就已经吃掉了。对，你将来你这我这冲了冲，你还是很要吃这块，不是那么容易。而且我这一爬本身局部，我们就看这个局部。爬一个它挡不住，这吃对爬、那个、局部你也，我这局部你也吃不掉。局部是能活的。对，你推我这个打一路打是先手。打是先手，他大概粘硬了。对，那我是活棋，然后我这边扳着一下再冲出来。我这还有冲了冲断是先手。这白棋还是挺碎的。所以白棋不肯被打，这个地方被扳着一下，这还是对的。现在的问题呢，就是说你现在黑棋没被冲着啊。就实际上他后来这个黑棋爬的时候，白棋是错失了一个战机。这个应该立下来，应该立下来。立他挡住。对。挡或者跳不到你。跳还能跳有什么？白棋应该这样站出来。这个时候，这个头没扳着，这个出头不容易了吧？看起来。现在基本上就有可能形成一个转换了。你从这边扳起来，我把这边吃掉。就这样。这样转换呢，其实白棋是挺好的。所以我为什么说前面要冲一下？
这下就跳不回去了。冲凿一下，你这个地方就跳不回来了。对，你现在再跳，跳不回来了。这个对，走这个冲，然后挡住。你随便先冲凿一下就行了。对，那我就打了藏进去这个地方。或者你先出的，它总连不上，你只能冲凿一下就行。扑也扑死。怎么都不行，就看。这就维持一个次序。你现在再冲的话，白棋就要退这个。对。你来不及了，你就冲。是的。因为你开始冲的时候，白棋不可能退，你这个冲断了。那我这边的下法就不一样了。那不可能了。我可能就不需要爬这个。你如果退，我就直接打吃的这个二路就可以了。一开始冲，你肯定是打吧。对，不可能退。那肯定挡了，毫无疑问。就说这个棋，李小溪他这时候应该立下来跳过来，这是一个战绩。这个时候他长了一个，是吧？这个看来那这一下就差多了。这时候被你现在被黑棋冲就，对，冲着了他又，冲着了那这就差太多了。白棋黑棋变成先手了。刚才是个机会。因为这时候你已经冲不着了，这时候你冲我这个立完这一，白棋肯定要拐这个了，先手。这被他冲着了，这细节的地方还是不够。对，这时候白棋就应该立下来了。够细哈。这一下呢，被冲了。被冲着这一下呢，这个棋呢，白棋就，这个布局就有点落后的意思。打飞一个，先把这一带先走一个，要不然被人家攻过来了。因为曹操心也没意识到这个拐是一个要点，这好像没人下这句话。现在白棋也应该贴这个，没人下的。一般那个 AI 推荐的点，如果说一开始没人下的话，那就可能一直都没人下。因为人类就是很多要点看不见嘛，对，就是、不知道应该往哪儿走棋。昨天我看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单关，黑棋一个单关，然后一个大飞的形状。他。当然，他单大飞也很奇怪，但是大飞之后 AI 就推荐他上面这五路就调查一下，他一直都推荐那部棋，就几十手以来都是下的，但是没人下，所以这个一个是熟练度，还是一个理解对这个，对，是这如果说你没看过 AI 推荐的这个，我也不会往那儿下棋的，我往那儿走一个干嘛呀？什么意思呀？这手棋呢，一边他想一边联络这个，将来还瞄着这个挡下来嘛？是的，小溪他在这边漏一个，漏一个，这也是一个局部常见手段，是瞄着这个拖跟这个点三三，对。这个棋的打入一般都是打在这儿的吗？还是说也是不一定吧？打入这个应该也有吧？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殊的下法吧？是。李思璇他是不是想下点比较独特的小尖？拖。陈豪新突然尖冲进来了。他就想你爬他长几下，便宜几下。是的，是的。所以呢，李思璇反击。他希望你尝一下，我再拐过。那这样的话呢，黑棋就没有棋形了。你再弯的跟刚才差不多了，本来是差多了，本来是你可以长了这段先手。对，你现在贴着一下，你就没有心情再这样走了。黑棋就没有。他肯定不会弯三角。所以他搬。陈豪新呢就借着，他觉得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搬。你瞧瞧。你是个弯三角的形状。对对。然后他搬下去了。他觉得你现在在这个段呢，就是太重了这个棋，他再吃掉，再吃，再打这个，而且他是不是都有可能从这边贴下来？都怀疑，是有可能，这边可能不打，劫财，劫财应该是，劫财应该黑棋不行，那边有劫，他是不是就接住了这个段出来？是不是这个爬先手？因为。这段那他肯定得拐打呀。如果说这样的话，然后再我得爬，我先爬一下吧。你得爬掉先，然后再断出来。断还长出来的话，这个站得如何呢？但是这样也不见得站得过呀。我觉得你刚才加了贴下来，但不知道这个劫怎么样。可能也不见得跟劫有关系，你提也许我是不是就
啊，那你这如果他提前，那我就算了。我是怕他就硬在这边了。尝一个。不清楚这个变化如何。打劫的话，会不会就接了？把这边啊，接上也有可能。里，就这样的话，林立我只能打这个。不能打、啊。不，可以打上面。对对，可以打在上面。那就如果这个图还可以。打在这儿还可以，但这也需要判断到底怎么样，对呀、啊这边可能将来还有点这个好像死的也不小，看起来不清楚这个图如何。但这一带的变化，作为摆起来的时候，可能这个断啊，它断在这儿，它就觉得不舒服，它就反正是能避免的这个断，它就想要把它避免掉，它不想这个。可能是刚才那个提掉它变化，白棋觉得这样不太好。这个没有。所以它实战是没有断这个，它实战是虎的，是的。这个好像看起来白棋的胜率回来很多了。刚才已经胜率已经降了很多了。提掉，对啊，他就粘上了。然后断。断了。断了，那现在必须得急打了。为什么拐打呢？我也没看。拐打的话，它是长吗？那长，首先我即便我再急打，我不也便宜了吗？我一手棋总被你盖住。那他是怕他什么呢？怕他打吗？打我棋、这个，然后再打下去，这个能行吗？很怕吗？我不知道，我冲了，我再加下去。那我把这提了，我觉得。你觉得还可以是吗？对，我觉得白棋应该没有坏的道理。然后我看看我能不能拐打在上面，如果能拐打在上面，我觉得他还可以。你拐打，我觉得我就立了吧，这边还是损失挺惨重。那边死的有点多是吧？你总得打一下吧。打一下，那就跟你交换一下，然后再拐打我。我不知道能不能拐打，我不是很确定。我觉得好像可以。拐打我总得接住。接住，你是不是跳出去了？还你如果不紧住我气，我肯定跳出来。哦，反正棋看起来，那断一个能行吗？不行啊，我看断一个好像不行啊，觉得断也是个打劫，你对啊，你提到一下，我要提到一下才行，然后再断一个才行，这样勾住，接你接，我就接一个，你可以，你可以接这个，接也可以，这好像我一口气你接着我这打了一提劫，对啊，硬杀好像不行啊，感觉不太行，黑棋。这样下，那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懂啊。他可能就是应该拐打，我觉得。就拐打在这儿是吧？这样。打我再提嘛。他实在因为这样的，这个棋被。黑棋一手棋挡在这的话，黑棋这个劫太轻松了。我知道了。如果说你拐打的话，我可能是打这个。啊，我提。你提掉，我接上。接上，那我就拐打呀。哦，你拐打。对。特别想当然的以为你断。那也没什么。对啊，白棋也没什么。然后觉得好像黑棋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我这边走到了，这边也能提。那我认为为什么不拐打呢？你长呢，我再打总是好的了。是，除非你这样上去。这不怕，这我就即便再拐打也行。那好像也不是什么特别厉害。不，而且我这你这劫打得过我吗？我是觉得白棋劫才多。我这个都是劫吧，应该是。这盯不住这两手棋被我吃掉吧，这全死了。这全死了。你劫肯定打不过白棋的呀，正常来说。所以他这个地方不知道怎么。白棋应该怪大，可能是。急打在这儿，他不刚才就不想急打在这儿吗？为什么现在又急打了？这被人家压回去多舒服呀，下的。
结果这边他这个挡这边挡劫财了，一下子这个胜率好像看起来就不太对了，黑棋挡下去，他可能因为这个挡本身挡就挺厉害的，对，挡就不知道该怎么下这地方，是的，他觉得，所以他觉得你再当成劫财他再提几下，所以他就提了，干脆提掉，那好像这看起来又不太妙了，就搬，这地方连下了两手啊，对，黑棋在这里，下里下里，没事，粘上，这样吃掉时候还是挺大的，这块棋。空现在就是一个比空的状态了，是的，你正常你就打拔掉这个，打拔，打吃，趴一个，这块45目铁空，那块也是也有15目接近，15目可能没有，12、17，感觉这个棋就是白棋好像空有点不太足的感觉，这死了还是太大了，你这边还是有挖吃，死了太大了，这个不能，这个劫这个处理的好像有点太简单了，我觉得对，刚才显然断一个应该怪大，这么一处理完了好像这个黑棋就又是比较简明，那刚才他小尖的时候他是这能活吗，这一单想点办法是吧，这样觉得有点太那个什么了，我就不肯吧，就这么死了，我不太肯了，这边我挡是不是有点，挡一个先手吧，挡一个他得贴起来，想点办法活是吧，你把它尖我们那就反正就活了呗，活我估计杀可能不好杀黑棋，他点一个的话你就糊在这儿，比如说不黑棋应该不敢这么点这个点，我首先我只要能扳着一下什么的都扳应该能扳着的吧，这不他不硬吗，难道说他怕断，断我长先手打了贴都断，那这个扳一下这个木已经应该是不好杀，我只要扳着冲下来你也不已经是杀不掉，这棋还是想办，还是想点办法，在这地方。还是这个好像死了有点太大了，我就觉得太亏了，因为这一带没走着几目棋，对，没走着东西，这个、本来也是白棋的。这个挖毡长了几目棋吗？死了太大了，不行，这个不能随便死掉。还是这个地方啊，他可能。这一下没绷紧，好像因为黑棋这个劫它其实这一圈损失并不大，对，你花了两手棋这边，对，是的，这边的效率就1、2、3，他亏的也亏是亏了，但是呢这相比这边的损失呢黑棋还是赚的，这吃的有点而且这虚空很多呀，效率有点高是吧，我们可以看着这样20多目呢就吃掉了，我吃的太大了，不行，我觉得心疼，不能被他全部吃掉，效率有点高，这个是全打掉的话，这个人家空围到几路了，6路了的，关键你这边所得有限，这个棋黑棋这个棋形还挺完整的，然后你这儿还有个挖打，不行，这个转换黑棋亏了，那他只能是抢这个大场，是，贴出来黑棋贴一个，再被黑棋先手贴着一下，然后这就冲，他不能，他挡这个，对啊，我觉得他挡那个大吗，我觉得被扳能断吗，断不了，你被扳也不行，我扳呢，我下得紧凑一点，总觉得我要断吗，不起断了我再尝出来，你还能尝出来，行，
不清楚，我怎么走好像也，好像还是想搬一个吧。嗯，我们就看，我就想搬了连搬，我再挡这个像是，这是我一个理想图。哦、这不能接受让你下成那样，对、啊，肯定得想点办法。作为黑棋来说、嗯，那他现在形势并不有利的情况下，是还是应该我觉得你下的更紧凑一点。是的，是的。要不你就扳头，要不我觉得你就你藏一个，等于两边都被黑棋走着了。不行，不能接受这个下法。嗯，实战这个下法，我觉得是下的太松了一点。嗯，怎么也得扳这个棋。你肯定扳它，肯定是怕人家断嘛。对。但是我不管藏哪边，我觉得都藏它，我还不知道怎么连。对啊，你连不上，你尖我这有几，你就不是连不住。很讨厌这件事情。这样的棋会头绪多一点。嗯。你这个长就是被黑棋看得太清楚了，嗯，冲你。现在，嗯，就拐一个，然后被他冲出来了。就冲出来之后，这边这个成控的可能性大大变小。嗯、中央这不再容易成大控了，就这样白棋容易目不够啊。你本来这个挡是个要点，本来我搬了连扳，想是挡在那个地方。是的。嗯，然后现在再搬这个地方就差多了。嗯，这薄多了，现在已经。嗯，尖冲。冲。嗯，这种地方陈浩卿是不是很擅长？我是觉得。哎，这个棋因为黑棋总是好下了，因为黑棋的其他的地方，他只要把这一块棋腾挪好就行。给他破就行了。对、嗯，只要把你这块的空压缩。给他破一下。我只要这边处理好。其他的地方黑棋也还算挺厚的，嗯，处理一块棋还是比较简单，而且你这个，你多多少少并不是那么厚，贴，然后它断一个，嗯，这里还有个切断，断白棋也不太好应付，嗯，那他不先把这个子连回来吗？我这怎么也先把它连回来，他是怕他尝一个。不会长应该不会吧，你走可能跳或者跳这个下的稍微这个结构要好一点是吗？嗯，这好像也不太好攻，确实。对，你走什么，你这边走的话我就虎过来。嗯，你这边长的话其实我这边打是不是，我再打几下是不是，你就打算贴两下吗还是没有什么，飞一个都有可能吧。嗯，那这一串好像有点堪忧嘛。嗯、对，看起来你也不好走，这我一搬你就很难受。哦，又是妻子的。嗯、这个气完了，这一飞就肯定死了，毫无疑问。嗯，反正他也不见得就非得把这个硬逃出来，是、嗯、他的目标就是要把你的空压缩一下，嗯、或者说利用这个弃子能、嗯、达到一些别的什么目的，嗯、那也行。实战他也没敢走这个，长，他可能有点担心这边黑棋这样贴出来，这边要死，嗯，就刚才被这冲出来的后遗症，嗯，这冲出来太严重了，嗯、黑棋大吃，拐、嗯、打。现在问题，你黑白棋如果露个后走，这边被黑棋再抢到的话，那这棋就是没有什么折腾的地方了。嗯，啊，他也没有，他就是拐一个。对，先把这个子都连回来，嗯、能连上的木都连上，虎、嗯、一个。嗯，然后搬。嗯，他也没有啊，他这个拆个一也挺大的，因为他下一手这个断一个，然后再打。是。打了爬出来很大，嗯。嗯，像他们这样比较擅长收束的选手，就是对于木是很敏感的。对，他很多地方就像这种细节的地方，他扣得很紧，让你觉得很难受。嗯，白棋先冲一下，起掉。哎，没办法，他一看这个地方，你如果再尖一个硬的话，再被挡住的话，那这就，嗯，这棋就没有什么悬念。是，还是要先抢一个，抢一下，打出来啊、哦！他这断打，
他也不在上面，他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断一个也蛮大的。他可能觉得这样这个子吃真吃还是大，他觉得。大吃。他如果说爬过的话，他就把这个吃了。所以他实在选择的是走外面。中间比较厚。确实。走外面。它是这样铺的定型。铺了把它都紧住，气都给它紧了。铺紧。因为你直接打在肩的话呢。这被它断。对，被断一下。将来 还得把它这个都抠掉。而且人家在拐还是先手。干脆铺掉。对。而且它这铺气铺紧了，不知道跟这挡那边杀气可能有点关系。有关系，是的。紧人家气很重要这件事情。弯在这儿。弯一个。断一下陈浩鑫。他肯定还是想在这边走棋吧，跳这个。没有，他就冲这个。拐打。他就不能忍受，对不对？白棋先挡一下。飞。这就进入大关子了。对，主要看白棋这个中央能不能成点木出来，否则如果说比干木可能不太够棋。跳，然后白棋压了一下，防这个挖。这个一百手以前说要压的，这真的是一百手以前的。然后终于想起来要挖，那压完了肯定得长了。这边也有一个大的，对，这个尖三三也很巨大呀。但是这边点过来，你也被要被攻的，看起来白棋。他果然是先点中间的，先攻你。靠。板。长。靠一个，比较紧凑。这手挡住你也很难受。对，那接下来可以挡住他。靠，长。这个他也无法忍受，接上。白棋接住。看来陈浩鑫确实比较擅长这个收束。是。他这个后半盘好像，就下的比较清楚。对，该攻你的地方我就先攻你啊，该收的地方都收住。局势把控得很。很清楚这感觉。对于整个局势。他靠一个也是像是一把好棋。单靠。靠了一段嘛，你要冲过来他就。你肯定想很难受，你想往长他这一靠是先手。靠完你都没有眼了。这一点抵挡的。靠完打完就打完接住。这一点抵挡的这个都没法抵挡，这怎么挡嘛，挡不住我。但是怎么办呢，就这么下了。他就被他靠一下，这下好难受。因为你也没办法，你只能长、啊、你走别的同样难受，你顶打被他一打你更难受。是。将来打完这一靠你现在只能，所以也只能实在这样下。这空好像眼见的越来越少，就这中间就成不出两步棋。关键你这个您还得后手还得做连做活，然后他再抢到这个。他在这断了一下，这个是打将吗？可能是。也不是打将嘛，他应该就是。他就想断他。他断完你将来这个挡起来就没什么意思。应该就是个。不，这个有个断的先手。他断完了。对。他断一个你只能硬在这边，要不然被挖打怎么办呢？他可能是这时候断的。他是不是觉得你走这个的话，我这地方如果这样一挖吃你是不是？挖吃他接上了。那我先手断一下，他是不是？我断一下，他不能提，他只能提到这儿。他就觉得这断先手，我可能要来杀你了，都有可能。是的。比如说我这真的搬进来。你是搬这个，搬这个我怎么办呢？只能提吧。只能提了，那我就觉得死了。
是有可能死了呀。这个先生，你就贴一个，他是怎么活的呀？那你只能从这边挣扎了，短顶了，然后靠这个顶着办，这个就一下也看不出怎么活这个棋，所以他就觉得要死了，他就觉得断一个你可能很危险。嗯，就试一下你的硬手。这好像看起来他打在这，打在这儿的话，但他是不是打算断他一下呢？打在这呢，就相当于你这个断，断一个，断我有可能吃外面，打在外面，他挖吃你就提掉，提我就尝一个呗，大概也就这样了。反正他在断你吃在这，他总是关子好。嗯，你将来挡这个就变得不大了。那他现在就是小尖，嗯，算了，也没打算杀你，嗯，就是收一收就够了。白棋跳，嗯，冲一，嗯，这也没看出有什么便宜来的这两手棋，接住，他下了什么？打一个，嗯，乖打，他就是连回来，尖回来，连回来之前先，嗯，便宜一下，看起来这块棋还是有点危险的，嗯，我觉得，哇，这地方被断他。依然要断他，是吧？你这个打吃他还是便宜了，嗯，所以呢他也不肯吧，不肯这两个子被抽掉。哦，你如果说走这个的话，他是不是可以尝一下呀？尝这个是下什么的呀？尝我就打嘛，这样会好一点吗？好像也没什么，没什么赚的是吧？就赚嘛，这样然后再起提了提了，刚才是提这个，稍微便宜一点点，长他可能只能打这个，哦，这样也不见得便宜，因为你这个落个后手，这有个大棋，对，那就算了，他应该就是哇吃掉两个以后再就这样抢着先手把这个图，提掉，嗯，然后白棋就长一个，然后他再抢到这个，嗯，他这两个提掉也还是很舒服，蛮搭的，嗯。总之这边断着一下他只能提，他也是很痛苦的，实在断，嗯，然后他提了，嗯，然后他现在把这吃掉，嗯，白棋拐了一个，嗯，活好像是活了，嗯，好歹是活了。刚才他是得补啊，他不补这个地方你不被你那个一般是要有问题的，嗯，确实，但现在就问题就是空不够了，这个白棋好像眼见的确实黑棋目数领先了，嗯，这下的什么拖了一下，拖辅助再加，嗯，接上，白棋加一个，嗯，这没有什么大的用，嗯，即便接住也没什么的，好像他就，他就接上了，嗯，棋。他就提掉，这个时候也已经判断清楚了吗？嗯，这时候应该对，肯定也没什么大官司了，也看着，嗯，这个没有什么太多变数的这样的棋，对，是的，这个角上黑棋能跳吗？这是不是看着跳有点跳可能不便宜吧，黑棋走可能就尖一个就可以了，哦，这里收官子的话还是小尖比较好，就尖一个就可以了，因为你跳你被他冲了扑一下立这个气紧再加住，你还是不敢这边连不会连不上，哦，这里，你这样尖就这样气比较长，他如果走这个嘛再拖了接上，如果这个嘛就爬两下就行了，这个小尖是一个很好的收官手，没必要把自己气搞得太紧了，是的是的，现在是走了什么，哦，他拐了一个，他就搬一起搬，
把这个挡住，挡住也很直挡。对，嗯，这种大伸腿都是对先手好多目的这个。仙鹤大伸腿，棋友一定要重视这种一路大伸腿。而且现在这个大伸腿，黑棋是先手吧？嗯、有鲜味儿，反正是啊，有鲜味儿。只能说、嗯，你说非是先手也不一定。他、嗯、把这个上面这个冲掉了。嗯。嗯。应该说还是陈浩鑫，还是就算在新锐里面，还算他也拿过新人王的亚军。哦，就他有一次非常遗憾的输给那个周鸿祎了。他的棋好像感觉比较稳健，对对，比较稳健，特别稳健。当然你如果发挥特别好，像周鸿祎这样的、发挥特别好，可能也能把他拿下。周鸿祎是冲击力比较强，对，是的，那、就不跟他收官子，对，收官子估计收不赢。对，嗯，哇，是，嗯，实际上像他们这个水平，在围甲也。胜负也能达到接近50%，像陈浩鑫，那也挺强的了，确实。那围甲是一个，就是磨金石，而且是很难下的一个比赛，确实是，各路高手云集。对，嗯。然后他下的是什么？啊，他把这个扳粘掉了。爬。断了一颗，嗯，哇，这一串，这个一路扳还是先手，这收的很舒服，黑棋。是的，嗯，这位木显得很瘦了。以后这个一号长官子要看陈豪兴的棋谱的后半盘。新下的官子不错，官子真是很不错，确实刮的人家哇哇乱叫的那种。扳住。那刚才这个白棋这个拐一个它又不硬了是什么？也没有便宜的发现。对啊，为什么是拐一个是脱先了？那还不如不走呢，我为什么要走呢？是不如不走，他当时觉得拐。嗯。哎，这可能也是读秒吧，他被人家扳一个呢，他就发现其他地方有一些大棋。对，是的，这个一路大伸腿。那你还不如不拐直接走那个。嗯，是吧。不走人家多半也是尖一个，你就不见得要挤这个。是啊，你肯定不会挤的。嗯。嗯，这个、白棋挤，挤它是立下去的，是。气，这个气，差不多，倒是把它打着。就你跟单扳相比，对，跟扳比，因为这点还是白棋还是多了三目棋，对、嗯，应该还可以。嗯，是。把这堵住。把哪个哦、这个挡住了是吧？嗯。然后和黑棋爬了，要冲了一下，拐进去。就感觉这个官子收完，这差距越来越大了，好像。估计黑棋大概过一会儿要补棋了，他这个棋，你可能什么倒虎一下，他就补了一个。嗯。他先铺了一个，他先立了一下，嗯，然后把这个铺了，嗯，这样。再立一个，那他黑棋就补一个。哦，他是倒虎，倒虎在这儿。他打觉得能打着，他觉得反正你现在这个扑，你不敢扑是吧？扑他可能觉得不怕吧，因为我中间有不少劫材。对，他有中间里大龙，哎，但是不对啊，你这个扑完提。跟这边没关系，没，因为你提在这是后手，你如果铺完棋，对，这里是带个响，对，所以说他这个黑棋中间有很多劫材，他觉得不怕，不怕你跟我打劫，对，所以他，但是他现在看形势好，他觉得没有必要。点四，然后才冲过来。他看错了吧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他这点刺是什么意思，像是看错了，可能是看错了吧。感觉是，这是最后一手，对，他可能这时候我们看他差多少，估计牌面也差不少，差很多了，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一二三，这是提27目，这块，嗯，最后就算将来接一个31目，
四十六，三四四四五四六十七十八十九，六十目前，五六五七五八，五七，五八五九六十。我数是六十嘛，你可能把这一模算上，我就算白棋打掉，就六十嘛，五十九目六十目。哦，如果说算这一目的话，那黑棋这里也多一目，六十六。这二三四二十二三十四三三五四十五四十七四八四九五十九六十六六七十七一七二七，我怎么觉得对啊？输多了，输多了，多的差距有点大，就排名二十嘛，还差这么多，居然真没觉得哈、本来是觉得好像确实是不太够了，但是没觉得差这么多。这个官子收完了，怎么就对官子肯定也在亏一直？官子肯定是亏了，毫无疑问，还是有一点差距。没错，主要他们本身也大两岁，陈朝新比这个女棋手但本身实力也是强不少。确实这个堪称官子的教材啊。其实后面其实这盘棋关键还是在这个地方。打劫的这个地方他还是应该冲出来。对。被黑棋这个打劫以后呢，这样死的肯定又太简明了，对，死的太大，这一下这个棋盘就变小了。没错。这个不能死吧，这个还是。还得想办法怎么做活。不管怎么说还得做活。这边这个棋这么简弃掉以后，这个棋黑棋就太好下了。是的。后面呢白棋下的也没有太大的抵抗。这白棋反正中后半盘这个黑棋还是下得非常的清楚。对。就是该破的都破掉了。就刚才黄老师说，就是你贴的时候你再怎么样也得搬一下。已经不利了，你怎么也得跟人家拼呢。就像刚才那个吴一敏拼的多凶啊。这盘好像这个李思璇就拼搏的有点不够。只是平平常常的收下去的话，你的官子最多也就是你不吃亏已经很不错了，我觉得想不吃亏都很难这件事情。而且感觉陈浩新的官子很强，而且就是当时这个爬的时候这个地方白棋没有抓住战机，这应该立了跳过来。对对对对，这时候这是的立了跳过来。这个退有点太那个什么，是是太稳健了，被黑棋先手冲。这个就是还有刚才断的时候应该拐打，无论如何要拐打出来。这个其实没有被这样贴住的感觉，这个被贴住也不知道他怕什么，当时确实不明白这件事情。就很多棋确实是我们就觉得一点也没什么可怕的事情，他们可能就实战的时候会想的比较多。想的多了之后他就会思前想后的，这儿也怕那儿也怕的。有这种可能性。而且当时啊他可能这时候消劫是不是也太快，这挡下来我先在这边你该怎么走走怎么走两个，对啊，是吧。你这个劫，因为白棋当时这个力还有劫材，你先跟他打一会儿呀。你在这挡的话，你该怎么靠断，该怎么下什么就下什么。他不太会了，被人家打下去，他不知道他走哪儿。实战就是下的有点太简明了。是的，是的。对，被黑棋。他又怕他走两下呢，他比如说这样搬过呢，又被人家劫材越来越多。有点就是顾虑太多了，感觉他棋下棋的时候。还是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啊，比如说跟人家打断的时候你该打就打一个。确实那这两盘棋呢都以就是陈浩新和王新浩的胜出而告终。他们两个人一个陈浩新一个王新浩都进入了八强，等于说。那盘棋李晓溪我也不知道他对谁。对，我们是不是大厅也能看一眼，好像应该有他的。我看一下我能不能给他调出来。对。应该还有一盘是在网上，还有两盘网上直播的，对，你点大厅应该能。大厅是吧？我看一下。李晓溪也输给的这个叶长兴，叶长兴也还可以，零七年的，对。就是说女子棋手好像今天就是。全线败北了。其实这其中呢，就是他们三个女棋手里面最强的应该是吴一敏。但可惜吴一敏的对手太强了。对如果吴一敏的对手没那么强的话，也许会有点机会啊。非常可惜。那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个新秀争霸赛吧，因为这都是代表了我们将来的前途无量的选手啊。等于这个第一阶段呢，他进入八强也告一阶段了。就告一段落了。进入八强之后呢，他们应该会移师这个福州去那个。是下面棋，对，他这个比赛的
赞助这个比赛的这个福州的这个公司的总部去下。哦，是这样子，那挺好的。这个面棋咱们对，毕竟下起来感觉还是不一样一点。而且他们会下一个循环圈一样的八个人。要下七盘棋，对，这大家每个人各下七盘，那就是、还可以多看一点，至少对局量就会非常大。这方面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锻炼，对年轻棋手。我们刚才看到是王星浩进了八强，然后。陈豪星还有个叶长青，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三盘棋。对，好，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再见。好，谢谢大家收看。